Hello，我们今天吃汽水味果萝棒，我们来把它打开，满满一大盒，我们来把它倒出来。哇，这也太多了吧！倒不下了。先来个橙色的，这个是芬达口味的，红色的，这个是可乐味的，好吃。这个是雪梨味儿的，再来个芬达味儿的，这个芬达味儿的特别好吃，我喜欢吃这个口味儿。